OK， 好了，来，我再一次呢，再给大家 refresh 一下 Arus 的样貌。OK， 那这个 LED 灯哦，大家都很熟悉的。OK， 再看多一次，给你们再重新再 refresh 多一次。OK， 那 Arus 呢，它是用这个Bridgestone Alenza 的胎呀。OK， 那。它的尺寸呢，就是17寸，它用的胎压是215/60R 17寸的胎压。这个 Bridgestone Alenza 的胎压呢，其实蛮不错的，蛮舒适的。OK， 然后它的旁边还有它的 LED 大灯在这边。OK， 这个呢就是它的 fog lamp。OK， 那。如果呢，大家想要再看更加多的车呢，请按 subscribe CY Chan。OK， 谢谢 ，Thank you。